这里是天津开发区，前面是帝国大街，是吧？这边的小楼高层建设的挺漂亮啊。闹中取静，会馆会所是吧？你懂的，等着吧。开发区这边真干净，每次来这边的话，你都会发现开发区是很干净的一个地方。现在这个会所呀、KTV 呀、夜总会呀那些乱七八糟，那不是那些地方，还是尽量少去啊。我们来这是为了等个人。